哎，六楼这个 ID 是肉勾的意思吗？颜文字还可以，总之随一个吧。剑圣，不会归不会，玩还是要玩的。队友好像一脸要换的意思，还没。你是想说换摸？哎，我真聪明，但是 no 啊。饭桶归饭桶，玩还是要玩的，挺有意思啊。欢迎来到饭桶完蛋的跳皮备忘录。正好最近觉得大风哥的 EM 套出装不错，比原来随便出点倒霉玩意儿，然后直接裸 A 让战斗力强太多了。他至少跑得快呀，只要跑得快，那你还想要啥？出装只要跑得快不就够了吗？这队友 repeak 以后不远万里，问所有队员换不换，手动帮他们 re 自己想要的英雄，然后换给他们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？一般兔子这种烫头师傅没人喜欢要的吧？哎，不管他，对面落地的都是大哥啊，选了两手酱油。我方白求恩最后瑞出老虎，看起来也是酱油味啊。开头例行有些卡，不要在意。好在王师傅是随机的，出门买小鸡的任务就可以交给你了，老夫可以尽情的选择出门装。是偏向优势路还是劣势路呢？万能出装吧，吃喝顿。剑圣这个人一直都推荐带两根稻草，需要两点属性，穷鬼盾就不要裸了，线上再补，反正东西都能买出来。最后一个落地的是 SA 是吧？理论上来说这一场我去优势路发育比较好，但是我就是喜欢往下跑，虽说是这么些年来养成了往劣势路跑的习惯，平胸而论我并不喜欢劣势路，我只是喜欢看队友在其他路被打爆道歉时露出的胸部。我知道现在弹幕里你们要刷什么，我是不会屈服的，第一个服应该也没人敢跟我抢吧，蠢如我者都不会去跟剑圣抢第一个符，谁来谁脱层皮，身后还有老虎，射中可就挂了。来个赏金，让我冲到不错，圆盾吃加速，裸鞋剑双倍，出门第一个符能超过赏金符的也就这俩了吧。不过出现的位置不对，还是杀不了人，确实能很有效的扒层皮。要是在上路，让王师傅给我做个发型，追着烫一会儿，砍一会儿再转，稳稳收下人头。下路 SA 没有毒球，我也没有毒球，他一击隐身，我们俩输出不够，能多混两刀。既然 PA 站位靠前，那就多蹭两刀，然后直接开转，转的稍显晚了一些，我不太敢近身塔，行，只浪费了三分之一转的伤害，还可以，赶紧抢这一刀，抢到就好。这一刀众目睽睽之下，果然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果然大树林斜刺里窜出来一条骑白虎的好汉，弯环脱跳，一共产主义月神剑正中 PA 左肾，取走 iPhone 和人头。要问来将何人，姓白，双名求恩。刚才 SA 拿鸡是不是运了一组眼？上路三个人，好吧，你看大爆了。那算了，师傅，你的胸部我不是很有兴趣，我还是先补刀吧。哎呀，哎，补不到，那先把这个反补了，就这么。哎呀，啊啊啊！那还有一个这个666，来不及了，加个黄点，赶紧补最后远程兵，远程兵最后的遮羞布啊！是吧、啊？没人看见吧？好主意，好像没有，还好是双人游走啊！多谢白求恩同志带 SA 吃肉啊，中间又吃了一口，中单神灵被干掉了。白求恩同志是个好同志啊！一边盘活全场，一边让大哥的泪水在天上自由的飞翔。这个兵就一个小兵 A 我都没补到，现在神灵来了我还没有鞋，完蛋啦。曾经有一个空补一整波兵的机会没有好好珍惜，你看现在没鞋吧，穷的跟海尔兄弟一样，全身上下就一条胖子。我看那穷鬼盾的图标就够像的，游走的老虎打出了骨灰，空补发育的大哥没有打出血，明白？明白嘛呀？你就明白，明白多穷还是明白多尿啊？正在走向手癌晚期，一去不返嘛。这刀没法补了，兵线顶得太浅了。
没辙，回头卡一下兵吧。好像也不解决根本性问题，这一波兵卡不卡都进不了塔，我要是浩然把一波兵转掉，兵线推进塔，然后干点别的去呢？时间不对，也没到四分钟，也没神符，唉，遭中了呀。枫叶国那边可能由于饮食结构问题啊，少菜多肉多油，这赶上最近天干物燥，容易上火。白求恩同志天天往中路尿尿，上厕所尿得跟芬达似的，结果把神灵尿到下路来和我单对单，我也吃不住劲儿啊，可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，组织终于来关照落单群众了。就是这个邪教异端印第安山沟里的大酋长拿毛扎我，为什么 SA 你先出来先手，我去买双鞋，你还真中箭了。完了，又错过了最佳的眩晕时间，但是我有鞋，神灵是没鞋的，老虎跳下加速还要砍两双刀，先拿钻削减一下血量，他等级低应该不会有多少魔抗，魔抗意外的还是很高嘛，两刀是能砍死，这不过 TP 下来一个沉默，我应该是活不了了。都是小兵的视野给上了一个 T， 赶紧跑出900范围，我不要减二。Nice， 只要没减二，一换一就不亏。反正对面其他两条线都站满了人，神灵复活还得来下路。这一路我是没法待下去了，正好上路也只有一个烫头师傅在那单吃经验，让狼人和 NA 这两个破壁小近战混得也实在是太舒服了。NA 你还有闲心柯小兰。那赶紧上去混一波经验，我和王师傅也许还能形成一波配合，王师傅被 NA 抽得跟孙子似的，根本没法和我形成配合，那四个人拼刀吧。剑圣这家伙出刀速度比较快，哪怕是和近战互相对线强补刀的时候，一刀一刀也能蹭掉不少血量。看见狼少你也这么穷，我就安心了，俩人的经济其实是差不多的。话说虽然我出刀速度快，但是攻击力低啊，这个我补不到了，来给师傅垫一刀，师傅果然沙波大衣老拳收掉。俗话说得好，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老拳还看王师傅。不同凡响，这一刀还给我捡到了一大波兵线进塔，这个双人补刀吧，我替你垫一刀，来老拳，这个看攻击力赚到了，这个师傅替我垫了一刀，很好，互相弥补就行。这个很难补到了吧？暴击了，这个也很难补到吧？好，那再重复一遍，完蛋补刀流奥义心诀：书非借不能读，刀非抢不能补。刚才看下路空补漏了一大波，那都是表象，只要做到眼里无刀，心中有刀，这视为心眼。心眼一开，能感应到队友和对手的杀气，从而补刀无往不利。啊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对手和队友的杀气都是奔着小兵去的。这 NA 抽蓝过多，难怪留不下蓝来杀人。哎，狼少好像打了波野，状态惨了，给个加速。啊，不想杀就算了。眼神配合界的耻辱啊！刚要回头，加速就套脸上了。这个。王师傅蓝已经不多了，哎，别加套，别加套，哎，可以可以，现在等，然后先烫一会儿，等 NA 戳抬手，我就转起来尾随。沉默拍马赶到，给上二连，师傅你就安心的去吧，我先把这个小强拍死。双方各自完成，不是单杀，没被烧到蓝，那我状态还不错，吃下一条大药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大药为什么要用条子？小魔棒买错了，状态还不错。明白。只是远远不够二连，想要个无敌斩都很困难，对面双抽蓝有点麻烦的，说放不出就放不出。但是狼少你这个状态，一脸还要继续混的样子，只要你混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。那我也拉波野，不行，没补刀斧也拉不过来。哎，不杀人吗？天哪，天灰烬石被袭击了。不愧是东瀛刀法大家瑞奇马润的，脚踩东方的神秘力量，这么小气而去，这境界可就比我高多了呀。眼里无刀，心中有刀，不过是心眼。他眼里有鸡，心中却已无鸡，这鸡必死，此乃江湖上失传已久的鸡眼。一开心眼，方圆十里小兵莫敢近前，一开鸡眼，方圆十里只剩足疗宝剑。白求恩同志，你点了半天，一箭射到天边，那个距离哪怕中了，我跑过去现无敌斩也来得及。我要是跨着兵线往上走给人吓跑了，你这一箭射空了又得赖我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总之目前为止，虽然本心想远离江湖安心补刀，无奈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，
赶巧了所有的战斗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，导师也不缺参战率。等一下，这个进塔了，先补这个，然后再补这个远程，然后再 S 一刀再补这个远程。OK， 计算完美无瑕。加错点了，七级没升转。没事，好在队友应该也没发现。这中路人这么多，分分钟打起来跟伊拉克似的，谁有空管一个上路发育的大哥七级有没加满技能？这波兵还是扛着别让进塔比较好。护腕拿一下，我记得还有一个远程兵吧，对，能补到，然后再拉个斗篷正好出来。谁的假腿？水人的。谁的小蓝？啊，我的。早年间可以拉出来这么吃，顺带拿钻清一波野怪或者清一波兵，现在可不行。是线上安心发育，有了相位鞋补刀都不怕，基本也不会漏什么。队友该找节奏的还确实在找，老虎也在中路稍微的补一下。漏了呀，这个好像也要漏。这车没暴击也要漏。这，哎呀，手切了 S 那一下干胜啊！暴击出来直接可就是补到了的，漏车狂魔的美名今日也是名不虚传。等一下，买一张 TP， 下路好像要打起来，人数还挺多，小鸡快到了是吧？那我先拿一下东西，先把树枝丢了，然后来等一下我还有个斗篷，这个很斗篷很重要，来给我。哦，不是说树枝给我，斗篷给我，丢地上，你那蠢驴啊！哦，这是猪，蠢猪，蠢猪还我！哎呀，这些好了，装备拿到可以去支援。啊，队友都快活了。马润在泉水里以很幽怨的眼神看着我，刚才要去应该是很好的一波机会啊，稳稳收一个人。沉默裸鞋打酱油味吗？他在憋什么？由于支援太多，现在穷的连绿鞋都买不起，好像有点过了。嗨，不管，我现在状态非常良好，奈何没人来找我。能有人来找我那是最好不过的，考虑得怎么干掉他，毕竟一张 TP 75号蓝，这对剑圣来说是很麻烦的事。下路再逼一下塔吧。好的，就是说这个意思，逼出来一张 TP 我就考虑该走了。这也是个神灵，我对他兴趣有点缺。上路，哎呦，中间这一波臭大水人时间掐得不错，连波带斧，不过不是这个隐身斧，你可能已经死掉了。下路等一下把这波兵收了，看要不要打起来，至少是个3v3的局，但是神灵有一张 TP 在上路，想到下面去应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。收完这波兵，兵线继续进塔，我考虑下去了。这时候就该是大哥出马的时候，明显可以借势推一波，还是优势路的外塔，推完就算没杀到人入侵野区做做视野也是好的。不过全体往下跑，这动静实在太大了，很荣幸连小强都吓跑了，你还指望留下活人？倒是正好有一波车子，真是正好，借势推塔吧，没辙，好歹是五个人都下来一趟，没杀到人光推一个优势路外塔实在是太亏了。毕竟我们这边压根就没有留人能力啊，看见个小强跑了只能指望月神剑，这里面还有个蹲坑没带纸出不来的，直接斩了吧，开一个人头买战鼓。沉默，斩出手我就后悔了，不值这个大招钱，刚好在等还有五块钱就可以买根大魔棒，这下装备也齐了，破完这个塔等小鸡过来，队友已经开始走了。哦，中间狼人在换塔，我先把这个塔拿下，但是中间我到不了了呀，我要去接一下小鸡，还给了我加速跑过去。留着这个大的话，中路这塔我们真能守下来，虽然狼人是开大拆的，哎，不好说，不一定守得下来，但是至少也能让对面交点人头。现在我们没到齐，神灵还在上路补发育，中间的人全到了，完蛋， SA 率先阵亡，这水人没蓝波了也走不了，还被 NA 抽了一口没蓝转血， PA 追杀无敌，确实完蛋了，一步错步步错呀。留大杀沉默 TP 飞中陪队友一起打，这波不至于被对面杀人拿塔。先点上 EM 最后一件的夜叉，这应该是一级的少啊，现在转也晚了，这年头主一啊，一般都不是一加一点主三吗？
突然感觉我这智商以后就再也看不懂手表了呀，就这么一个技能打我300血200蓝，还是税后保佑我方上堂。上路这么一波我还是没有无敌斩，还差半分多钟，不知道塔下纠缠一会儿能不能熬到无敌斩 CD。 对面毕竟先手能力也不强，哎呀这个兵啊补不到了，难道我要开战鼓去补这一个兵？要有夜叉其实就能补着，就对面毕竟先手其实也不强，神灵算个先手，但是我不是很怕，托双方缺乏先手的福，看起来待会儿开团的时候我大招应该是能 CD 的。两个队友已经在侧面蹲好了，正面已经吓跑了没人，野生的酋长盯着长矛傻乎乎的出现了，直接开转吧，反正我也没大，顺带可以防止一下他大我，我总觉得他一脸很想大我的样子。然后开跟不上跟不上，拿了一把开战舞开战舞，哎一下我想省这个无敌斩，但是好疼，咬着牙省了一个无敌斩了，省是省下来了，我也残了，只能回家，但是也许待会儿 TP 出来还能来得及打一波。这边队友把针眼排掉了，排得很细致， SA 也得意，头上顶着王师傅刚做好热乎乎的杀马特贵族发型，摸到沉默背后一顿猛烈的虚驱啊，刚做好的头型虚驱是高，总之先买个450压压惊。哎不对，买了这个以后没钱买 TP 了，要等半天，还是等 TP 钱吧，带张 TP， 家里是个卷轴没什么带的必要，那来个小蓝差不多，下一级升级就应该加一级棒子了，当打野续航用也不错。下路是个狼人在带线，师傅下去和狼人对线我应该也讨不了好，那飞中间打钱吧，毕竟是首席大哥，这边对是在往一号位上走，而且对面大哥太多，非要说往后期憋着刷不一定打得过对面。总之三件套下位战鼓夜叉以后往雷锤和碎骨上走吧，这两把小锤子都不一定要做大的，做两个小的对无敌斩和剑刃风暴加强都不错。剑刃风暴一边转的时候，如果别人站定了和你对 A， 你也可以砍他，晕锤和雷锤这两个锤子的特效是都会触发的，能增加不少的输出，顺带先雷锤也可以起到比较接近于狂战的 farm 效果。这边老虎跳了一下，我是直接转还是直接斩呢？要现身了直接转吧，正好这个戳浪费掉了，那沉默是没什么装备的，应该能转差不多行了，这无敌斩又省了。 SA 一刀刮死，这回没做发型也刮死了，算了你 K 人头前面中箭了，你去拿前面的人头，我在后面拿这个小兵，前面人头我就不贪了。所以说戴耳机多听白虎白求恩的语音还是不错的，可以省去切屏的时间，直接听出来前方到底是正中靶心还是谁破坏了金世一剑。毕竟看别人摸奖命中率的时候，也是自己最容易被对面摸奖的时候，比如正在瞄天火的卡尔就很好勾。不过看这意思对面是不打算要这个外塔了，并且最需要发育的首席大哥 PA 还在参与守塔拖延兵线，并没有打到多少钱。对面的狼人球带的倒是很开心，敌方上塔已经攻陷，这一剑没中，那算了算了算了，这无敌斩就继续捏着吧。这边再打这组大巨魔，打完以后夜叉就好了，正好用打这波野怪的时间看看有没有人上来收线，不用点，我没准备走。这无敌斩捏我手上已经捏了有5分钟了吧，得都快捏出蘑菇来了，只要有人收线我就弄死他。没有，那继续刷野。这小蓝带的有点多余，那把这波兵赚了吧，把小蓝磕了，正好拿夜叉。哎，等一下出来 SA 这年头被动改了以后，就说这永久以身改了以后通常已经不出骨灰了吧，而且没记错的话老虎不是出了吗？沉默憋了10000年，15分钟憋出来一个点金，倒是也符合他的定位，五号位点金是可以的，沉默这个位置要点经济。那哎，等一下，这边给上了大兔子，也给了个疾跑，双方没受没负，我的夜叉到了，上塔自然死亡，压根就没人去理他，我也没准备怪你，不用再喊了。中间被戳起来一个烫头的，抽了一口，正好侧位切入战场，不过小兵实在太多了，先转着吧。 NA 开了个匹，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，你还当脸 TP， 那就你的不对了，应该还有拉好的，那直接斩掉吧，这家伙实在是太皮实了，打太久了，时恐生变。不过最根本的感觉还是
老让队友看见我头像下面有一个绿点点，有大招，这刷钱刷的不是很安心啊，总觉得好像没干活。只要把大招打掉了，这种仿佛解决了30年老宿便的一般的感觉，终于可以开心的去打钱了。队友又把点金沉默给揍死了，中箭了吧？狼人可能是对面最有钱的，一直在带球，好像记忆中没有跟我们打过多少正面，当然本身打的也不多，所以说整体局面占优，有一点压着对面打的意思。但是这狼人带球确实也带得很疯，我们吊塔还比对面多吊一些，何况往死后期拖，就短期内对面经济分布不均也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往后期拖很多人我都打不过，何况我好像还是一号位，也应该是唯一一个可以打正面的 SA， 也是个背面，哈哈，水人也是个激动，我压力很大呀。我要是打那两个位置还好，打一号位要稳，我这种塔下意识粉跳刀躲梅肯的，我也不认为我自己很适合一号位了。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不太会利用 TP 来刷资源，不过这一点上，所以说用 EM 三件套可以比较好的弥补这一点。如果不太会掌握 TP 刷钱的节奏，那就跑着刷，这跑着刷也蛮快的。不过大招 CD 快好了，正好中间神灵落单，队友入侵野区又揍死一个沉默。我为什么要说柚子？不管他，十几秒，不行，太早了。正好装作认一下怂，等到9秒差不多可以了，上去转一圈，然后他肯定顶着打。好的，刚才往回认怂，装作没有无敌斩，现在继续往回跑，装作没有无敌斩。你要跳上来吗？我回头赢你一下。好的，跳上来了，刚好一秒 CD， 斩。为什么队友亮了这么多 TP？ 放心啊，没事的。从最开始这一些计划都经过严密的计算，单杀不会出现任何的瑕疵。这种本身已经是智商完爆的计划，为什么队友好像都完全不信任我这份智商呢？你们看我的眼神为什么要像看坐轮椅的一样？我的心好痛。好了，你胸大也别点了，我知道打肉山，我回家出来补完蓝，等好那个棒子的 CD 一块打。下路队友视野做的确实不错，还真可以强打，有勋章有棒子。这个时间点肉山也不是特别强，打是打得蛮快，只是我刚好卡在缺一个电锤配方的时候，而且这个上路兵线我真的好想去啊，没人去吗？我们一摸肉山，对面狼人很容易来带上路，结果等在肉山的老虎去了，正好我没地方 TP， 你们就开始过来打人了。水人被打了一套转起，血量开启绿障是不会死的，老虎开了大，能不能摸中一个人？最好摸 PA， 不过你的站位太近了，箭射不了多久。好的，当脸 TP 一箭射断，但是水人大虾米，还好这树林里有个缝啊，人瘦一点就是有好处，要是一推过去我们三个都过不去，你说这事儿找谁说理去？好啦，你是中单的二哥，我是大哥，你状态又这么惨，安心回家去吧，这波小兵就放心的交给我。看起来不是很放心啊，还留了个种在这儿。大哥再傻也是大哥，这事儿你得往心里边去、你看最近的补刀生猛无比，只是狼人带线我们确实也没法处理，他自己也是全家老小一户口本一起往上 A 的，我这无敌斩对他效果不好，无论是狂战还是雷锤效果都不好。只不过好在我们这边我自己要是疯狂带线，对面也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来限制我。于是一会儿双方的一号位就是我和狼人，好像我不占什么优势，总之先去找队友吧，队友等我这张 TP 已经很久了。看起来又是集合一波肉山的时候，视野 OK、技能 OK， 队员齐活 OK， 对面导师上路导师也没有漏人，猜到我们在打肉山了，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不过有勋章打得还算蛮快的，小狼马上就到了，来得真快啊，多亏门口有针眼发现了，但是看这个状态打的速度还可以。 SA 人在哪儿啊？你的贝斯打肉山是主力啊。对面看着意思要进场，呵，这身狼吼死灵珠带着狼吼带着大狼进场，一个道墙封门，我还被拍晕了，一老虎跳走了，水人拨走了，我好像要被四级印记带走了，一道戳起打到浮空，防御不能吃起魔棒斩不出来，只能转，我觉得我离这个世界很远了，再见。
水神居然还拨回来了一个 E， 并没有推死狼人。 NA 是能打死在里头，但是老虎也被神灵追得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这里面两个人瓮中之鳖啊，隔着墙还点上了静默诅咒，都要死，全要死。一飞镖飙进来，还没飙到脸上就被狼啃死了。水人倒是拿了盾挽回了一些颜面，但是没蓝拨走啊，一顿臭打，盾得交，人还得死。除非往高地上拨，不行，拨高地 TP 也不行。对面把这片视野都排干净了，高地肯定是有眼的。恶神灵狗一样的扑上来，一刀爆矢731，两个主宰比赛，五条人命一块盾，团扑啊，打错了，团扑，没辙呀、啊，这一波好像总有一种对面全部赚回来了的感觉。把穷鬼盾卖了吧，再 TP。继续刷，我现在效率还不错，中间好像中箭了，打得死吗？ SA 这一下有几条币，小心出事儿。这一下币，哎呦，一顿爆炸 ，PA 入场了，烤箱撒过粉丸 ，SA 也要死，我这边转着，哎，既然你不走，那我开你两刀，滚！你看触电了，还能增加一些虚虚的，不过刚才爆了731是吧？斩了你，毕竟我这边血量也就是750，今天说三个打一个被，三个打两个被反杀两个，而被反杀的大哥还就为了省一个技能，这不是二的吗？到这份上了就别省了，该斩谁斩谁去。等再有那么两件装备，这一个无敌斩只杀一个人才开始会觉得有点亏，必须杀一个人加上斩残一片才行。不过肉山被关厕所打了一波大团灭以后，好像情况又有一些不明朗了，还是咬着牙先大雷锤吧。要是对面再打得狠一点的话，我是有一点必要去先把分身斧做出来的，省得团战毫无作为被先手干掉。只不过毕竟是一号位啊，眼界的这个振奋也快出了，雷锤不远，就差1000块钱。我还不能使用，增加一些发育速度，本身战斗力也能增加。一号位嘛，绝对不能穷死，哪怕是天天被秒，穷死了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被秒的话还可以靠自己的技能先规避一下，大雷锤以后再做分身斧吧，碎骨应该是真来不及了，必须得要一个分身。对面对我威胁最大的一个是大沉默，第二个哪怕是能拿分身啊躲一下神灵的牺牲，或者这神灵的大其实可以拿，那我再转一下又来了一个人，这回无敌斩没有，赶紧走赶紧走，走得快一点，PA 要是跟得凶一点，这下我可能真会死。我必须跑到树林的隔边，然后把治疗棒子放在树林隔壁，我才有一点机会能够打赢 PA。 冷却中，话说这一场需要的关键装还真是多，除了分身符以外，还有一个 PA， 还有一个神灵，这家伙也是很可能会出个闪避做天堂的，这俩都是要金箍棒来打。想一想，分身斧、雷锤，然后深渊，然后金箍棒，一双鞋。我并没有剩下太多可以选择的装备位置。正在行动，这一场只能走纯攻击装了吗？虽然现在就往那么大后期想，想的有一些过远了，但是我能剩的只有最后一个格子，不是 BKB 就应该是跳刀了。深渊以后剑圣做跳还是很有效的，确实很有效。先打着吧，我应该还不算特别穷的，只要这个大雷锤上身，这边是一把狂战斧，三叔振奋祭品，果然还是狼人最肥。短期内 PA 这年头出一把狂战，其实战斗力一点都不强，过河斩一个人可以，现在确实没到需要神大招给团战的时候。 How old are you？ 又是酋长大哥来砍了吧。呵，士别三日刮定相看，居然更新了一把绿杖，来刮一下你的定、不好意思，其实是按错键了，这把神灵斩到黑血我赚他，我真是吃撑了。神灵替狼人挡了一枪，所以说我们这帮人真不一定就能稳杀狼人。狼人那护甲那属性，以我现在的装备一套，不好说能不能斩死，还需要下一件。那只能先把蟹慢慢带过去，看能不能压一波下路二塔了，毕竟有一个死人。纯刷应该打不过，带球
看带的多凶，关键还要看水人。我带球能力有限，也就这样。贸然打也打不过，双方先手一坨屎，对面沉默这个大招作为反手，在我们这十个人里面真是大型团控啊，超大型。上路 PA 再带上路，中间一坨人，下塔可以逼一下，有回城吗？没回城就这么打掉了。上路 PA 同学被一堆人追着满局乱跑，这张 TP 颜色神灵刚刚复活哦。虚灵水人听声音，虚灵打了一套，水人这个波没波走啊，要死，直接 TP。 这边开大沉默是要干啥？你转水人没死，死的是 PA， 很好。别以为你身上有点绿你日子就过得下去，一刀砍死，我不会再转第二次，连傻一次不能傻两次。很好，上路 PA 居然给他们追死了，连续一口气遏制了对方两个可以打后期的经济点。目前的问题只剩狼人，我要能打过狼人还稍微有一点距离。而且倒霉的事儿是楼下有个隐身符，我无敌斩 CD 快好了，但是我没有蓝隐身。好吧，隐身打远古，日子就是要过得这么糟践。神灵这么连死两次，加上全场感觉一崩，没法玩了，就连 TP 守塔干人都未遂，被人干了个爽，日子确实没法过。我这边插一个卷轴，但是这个卷轴又够贵的，推一波中吧，不着急，先不着急买这个大球球，也许待会儿还得用来买活用。那这个 flag 先立好了。我还不能使用狼人强袭了，斩不死，还好是电锤，斩狼人的时候能多打出一些伤害，只是斩神灵的时候没什么伤害啊。当然这年头神灵已经不值一斩了，趁着队友推兵线的时候把他们家一组大爷打了，有无敌斩，双方人齐找机会。对面确实有沉默这个大作为反手，全场大混乱。我们也有王师傅啊，拉墙也不是一般人。太大了，哦，左边好像有声音，左边发生了什么事儿 ？SA 隐形探路被干掉了，这我没法转啊，全家户口本都在，你还给他虚灵了，那我只好先转一下，顺便能不能清掉一些小家伙。水人被一套死灵书直接揍死吗？神灵给了一个大，往后撤，我们这方倒下两个人，不过对面全家老小户口本都消失了，我可以斩进去先收一个酱油，斩死两个酱油也行。哎，我人在哪？哎，等一下，大哥你怎么在这儿？把你当酱油斩了真是对不起。我这边刚好有蓝可以 TP 回家买出分身符，这一下看双方死掉的位置，我方略亏，而且是由于进攻方攻完了以后，对面可以收很大的一波兵线。王师傅更新出赤红甲，对面这种纯物理阵容确实挺怕这个。 PA 原来带线带到这儿了，小地图都看不出来，也对，有被动，那这是带线带到高地，得罪了白求恩还想走，共产主义十八铁人，这一头被小兵卡了，给上散失，那你有 BKB 你也死不了啊，不是你也活不了了，这给上棒子你也打不死人，我就不开分身符了，分身符又不能开香味，卡一堆近战卡的一愣一愣的，你直接 BKB TP 我觉得毫无问题，果然是没带 TP 嘛，死定了，别挣扎了，给上第二把散失，给一把拉开树，总共两把散失交在一个 PA 脸上，够下本的。那么这个复活时间能用来干啥？继续把下塔带一带。有漏山吗？上二塔带得很凶，哪怕是一个破骨神灵吧，我们要是打肉山上路应该也没了。队友的决定还是挺正确，对面明显是一个被稍微压着打的劣势，换二塔我们是肯定不干的，下二塔我一个人尝试性推一下也行，中间沉默好像出事了，哎 SA 追杀进树林的时候被沉默的屁股卡了一下，那再进去应该就杀不到人，人早就走了，趁着双方队员在中间纠结，赶紧开分身拆塔，塔的血量也不多了，别开大呀，哎呦，是救 SA 是吧， SA 已经死了，不开大的意思是我想拿个幻象骗人，那继续骗吧，应该骗不到人，头上顶个大月亮包青天似的，真骗到了，不愧是黑人种族天赋啊，大晚上的就看不见，赶紧转走啊，赶紧走，好像还不止骗到了一个人，狼人和 NA 我都骗到了，这种智商上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啊！哎呀，继续刷钱，好开心！这个能不能骗个大？然而并没有。行吧，行吧，结果很好了，正好上路兵线非常的优秀。这种拉幻象骗人的玩法，通常其实全场也就能玩出来一次。哎，别当人傻啊，是吧？
把戏不可久玩，这老话说的是很对的。虽然这趟只是拿来换了个塔，不是那么关键，但是也凑合，总比毫无意义的骗人好。等到下次再见着他们，杀我三个剑圣就跟杀三个熊猫一样啊，全部打死，肯定的，根本就不鸟你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，全部干掉。队友又一脸要抱团打肉山的样子，老虎已经开始埋眼排视野了，很专业，但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嗨，身为大哥者，宁死阵前不死阵后，我一马当先入场，小弟们随后跟上，不管了。这一回面对大沉默，我也稍微有一些好办法可以处理。至于死灵叔和 NA 的萧兰，我就尽量在他们抽我蓝之前斩出来吧。沉默的大我是可以拿分身解掉了。果然又是死灵叔带着小老虎进来，这回你先开沉默，这我不怕了呀，先砍你一顿，开启时空甲，好的，点上了寂寞诅咒，赶紧直接开斩。这边斩的效果很一般，好像又斩到哪停下来，不知道我在哪，但是暂时住了神灵，神灵应该是要死在人群里。狼人你好像还想回头，你敢跟我打，早知道不吓他了，他可能还能中着一剑。前方还有一个神魔在不停的给上小技能，你又跑得没我快，你看不愧是 EM 三件套，只要跑得快，其他的都不在话下。那继续打肉山，水人不知道死在哪了，不过这并不重要，前方在追一个 PA， 我们没有主力输出，两个教友追一个 PA 没什么必要吧。大哥先把盾收了，二位大哥，小弟在这打盾呢，你们不来一下，我位置满了，你们拿。我这边一会儿打完肉山 TP 一脉可以更新一个碎骨，战斗力就会比较齐全，不过 SA 没来，那还是我拿吧。我就是这么跟你客气客气。白求恩同志您真耿直啊，真拿了。哎呀，这一镖扎在钉上， PA 还在，老虎扭头就追。算了，我没无敌斩，就一个分身斧，他是有狂战斧的，打不过他。我还是得腾个格子， TP 还是要带，魔棒吃了卖了吧。米哲前面好像还在追什么，赶紧去，谁被打的都快不行了。谁呀，是老虎吗？好像是老虎。交盾了，不知道，地上一个墓碑真的交盾了。那盾给你还是挺有用的吧。还行还行还行，反正这年头盾给我，我这种刷法很可能一剑跟上一个隐身，没有翻译。走吧，上路的塔估计是带掉了，谁回去了？水人回去了。又刚，这是刚烈成功了，应该是狼人主动想打的。也行，那我下路继续待着啊，不亏不赚，跟对面狼人一换一，水人干得可以，没问题。耿直的白求恩同志用自己的盾和 PA 一换一也可以，就刚才没说完，以我这种刷法估计盾到最后也就是个恢复，对面应该不会主动来找我的麻烦了。我们只需要顾虑的是这刷钱刷起来就是爽，好久没这么爽过了，只需要顾虑团战好好打。我要是开完分身神灵一时间找不到目标，然后类似于我被 AOE 打中，然后再被哎卡住了，当然卡完以后面前有个酋长，咱俩互相都没想法，那我撤了。不对呀、啊，我比你强啊，应该是你撤啊，跑啊，跑起来，你还敢回头揍我，只要打出一个晕，我考虑直接无敌斩秒了你。有没有出晕？没有，太深了，算了吧。对呀、啊，常年玩烂酱油玩惯了，见大哥就跑，这事儿不对呀、啊，应该是你跑啊。不过多亏神灵脸上的那个闪避护符提醒我了，别做深渊，先得把猴棒掏出来，就跟火猫一样，这一套无敌斩输出一定要打足，不能因为 miss 影响了这一刀的效率。队友缩得比较深，我可以放心打钱了、啊、正好又刷赏金符。哎，走开你们这些该死的钱。他们家野区和我们家远古野这一条线对面赶来找我的真不多，野区不带点户口本来找我，可能我这一套斩能斩死很多很多，远不止一个。现在的战斗力还是蛮强的，插两把标枪做出猴棒，猴棒一出天地灭啊！神灵这装备确实已经很跟不上趟了，只要不被他牺牲直接打到我脸上，实打实的揍出伤害，剩余应该问题不大。这里头先把这组野打了吧，对面上路有个人，但是是狼人，我们不想理他。哎，神墨你好，起手打晕他砍死了。呵，我又傻逼了，哎，大意了，早开分身早没事了，我没想到他憋出来羊。切屏观察不仔细吧，可能是刚出可能是早出了，
不过我们家白求恩是很喜欢点别人装备然后爆装备的，连他都没看到，只能说这把羊刀藏得不错，也确实救了自己一命。可惜本来顺理成章打死沉默，对面这个二塔准掉，我们家现在上路有一对一互相牵扯，狼人随时可以TP回来。那二塔还是不推比较好，慢慢等机会吧。人挺多，中间三个人，对面要反推我们一波二塔，双方阵型齐整，不好说谁赢谁输，完全得看沉默的效果和拉墙的效果，都很随机啊，都是大型搅屎棍，但是这搅屎棍都比较软。哎，白求恩同志啊，迷失在人生的道路上了，好像是掉了吧，还是切出去了，完了，不用管了，已经死掉了，我看能不能干掉狼人替他报仇。哎呦， PA 拿了一个变态，真有钱。后路哦，刚好来一波小兵，看狼人抽完这一波兵还往不往前走，原地没动，等到视野消失，判断不了左还是右，蒙一波右，他应该带得很疯，一直在这边带，招了一对狼人，很好，我直接上去随便砍两刀开斩了。等他变身完毕差不多跑出去，刚好进，刚好快要脱离射程的时候摁出斩，但是打晕了他，刚好没跑出去，完蛋啦。对面借着一波大招 CD， 眼见啊还有一个死人，二塔掉了，得守高地了。哎，不对，刚才开了塔防，必须守二塔。水人一套蓄力，哦，漂亮，骗出沉默的大 PA 也差点被打死，状态非常残。老虎快复活了，可以打，我记得他是有飞起的，我将带头冲锋，来带我一把羊，好的，一把牺牲，好的，只要没戳起我来，开启分身，然后后面给个棒子稍微治疗一下，随我带头冲锋。这波混乱拉墙并没有打死人，不过不要怕，我跑的全场最快，给我加速，哎，给了就好，不给拉倒，只要能打晕这人马上就死，打晕，晕啊，西伯利亚晕锤啊，有我晕了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晕。多谢白求恩的大招，还好歹还剩最后一秒钟，那我往侧路跑，你们往正路跑，看谁追我。上路狼人好像在跟谁来回换，我 PA 飞了一镖，要不要吃赏金符，算了，走开，该死的钱啊，不要误我性命，赶紧 TP 吧。这 TP 和转的时间好像卡差了一点， PA 逼的是小兵，就算有碎骨也不一定能一刀之内打晕，运气不错。上路的塔好像被狼人耗了一波，中间有个谁裸，对，沉默裸点金裸羊，狼人耗掉了上塔大概三分之一的血量。冷却中，这狼人完全就没有打正面的心思啊，全靠带球赢是吗？能赢，真能。我们这边对于水人不是一号位，对于他这种一号位的带球真不一定就打得过，就算以我现在装备一套无敌斩只砍狼人一个人都不一定能斩死，不过你们这帮杂修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来，杀鸡焉用牛刀，看老夫牛刀斩，也没蹦跶出几个浪花来，而且神力明明开了绿障，为什么还是挂了？是被 SA 散失掉的绿障吧？有可能。剩下的沉默，听说你有羊是吧 ？CD 了对吧？哎，你跑得有我快。手起刀落，正中局部，无关此人，如插标卖定了。不过这一身跑速装备也没显出来啊。这边金箍棒倒是好了。还没有准备好。那边王师傅比较关照我，没事干就给我加速。我这出一身跑速装。天天还要受人关照，总之高地应该是有戏。来，分身躲戳，丢人现眼啊！安安心心拆吧，下路狼人带掉了高地塔，还把 SA 杀掉了。我暂时间肯定不回去，我先把这个转死吧。这一路高地我们肯定也要破，希望哦水人也在这儿，没有物理输出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鼓丢了，待会儿我要带 TP 了，来把棍子给我。好的，然后小鸡把鼓拿回去。这路能是能拆掉，下路狼人也被打死买活了，但是下路破了，带球荣耀啊！我先揍你一顿，这下我打他输出应该很高的。哎，小鸟呢？怎么没捡鼓？我他鼓干。带得一手好球，完美的纯破一路优势就被带成了一路换一路。大哥还挂了，我还买不活啊，我的战鼓还在外头啊，在外头。
不会出事吧。先不提在外头飘落他乡的宝贝袈裟啊，不是宝贝战鼓，这一波一路穿了，别出事，揪一手。这一抛物给的好，不给真就死了。已经失手，但是又变成了这种倒霉局面，因为我一人蠢死，含泪丢一路，队友只能看着这个。没塔防稳丢啊，哎，这剑中的不错，直接上可以干掉他，好的一套波直接打死。这边还有强的，有强有拉，混乱度极高， SA 在混乱中阵亡，对面所有人超重伤，神灵应该是走不掉了。这路高地果然已破，狼人直奔上路而去，他是要拆三路啊，拆是拆不掉，这塔肯定被他扒了。没中剑呢直接跑，中了剑都打不死，这帮人剩下的输出不够， SA 也倒了。不过哎，等一下，我快活了，狼人没有变狼，两个酱油再逗动他一下，没有杀他的能力，但是有不放他走的能力，只要他想回头杀，动了个嗔念，那我就有戏赶得上。老虎还开大了，掩护我掩护的非常棒，回头确实再打两个酱油把技能都用完了是吧，那该是我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，悄悄咪咪的摸过去，看见你你就死，心已经死了，无论你招谁都死，一套斩的连电带晕了，拿着狼头敲电线的感觉，一路火花带闪电是吧，缺个 A 杖，有 A 杖的话火花效果稍微好一些，那在中间买不活，龙心强袭祭品三级书，狼人打一套刚好离死还有段距离，不过这个加速斧神灵你已经死了，和阵亡零距离，有人晕他一下吗？没人晕，我晕。好的，水人晕了一下，倒是被神灵刚裂惨了。刚才神灵是主动跳大跳上去的吧？总觉得好像有点打傻了。我们这堆人，他换谁都换不掉，但凡也能换 SA。水人留了个幻象回家补状态了是吧？但是对面三打三，有两个强将有，被 NA 戳到，我们还是很倒霉的。PA 几刀爆时有危险，往后撤一下，毕竟我们现在劣势，情况不容有失。听声音水人落地了是吧，直接一套秒了 NA， 又 PA 两刀一千二，水人还吃了沉默一套，看起来要死了，不过 PA 是交过逼的，没有技能打晕了，我能替你报仇，这水人太棒了，用生命打开了这个僵持的局势啊，这水人思想政治觉悟比我高多了呀，一命换两命换得破塔机会，我刚才看错了，我还以为我有无敌斩的，原来是幻象有无敌斩， PA 买活了，但他应该不敢打，我们这边有人，我要说我无敌斩就好了，沉默给我一套，那我转着看塔，这个不要紧， SA 赶到场下，我这边没有道具了，也没有无敌斩，最后的棒子放下，其实我剩下的只能砍了，对面应该不知道，前方王师傅在当搅屎棍，我这边好像被烧干了是吗，无敌斩马上 CD， 但是斩不出来，先随便砍两刀，差点砍死 NA， 不过我在被暴打，算了，我现在也只能被暴打了，继续转起来防止被沉默的 T 给禁止攻击，那先把这个塔砍了，然后该撤吧，虽然我有大了，但是又没有蓝了，集体撤退吧，王师傅再见。地上有一颗王师傅的精华，但是不敢去捡，宝石丢了就丢了吧，被抽蓝抽得太惨，考虑3900是做 BKB， 我就更新不了 TP 了，很麻烦，我等一下双倍有肉山吧，有 Nice 有肉山，那我就更新深渊了，有盾有深渊，两条命将是我最强的一波，必定能斩出来，无论再怎么被他抽，我差点被肉山打死，这个50分钟的肉山一巴掌拍我一下，100多血，这还有个奶酪，谁要，水人是可以拿奶酪的，一波入场抢奶酪，直接买下深渊，顺带着把这个远古打了吧，然后再回家补蓝，不能说话，那就告诉一下队友吧，我 OK，防止在我回家的时候出事儿呀，我身上是没有 TP 的了，深渊雷锤分身问题不大，这三个道具只要用得恰当啊，雷锤就无所谓了，这个不是特别重要，无敌斩在斩的中间，如果要防止对面，哎，卡住了，是有点卡，切出去看一下，还行，可能是电脑太过破旧吧，关键一波团不能卡呀，
就说无敌斩在斩的过程中是可以使用深渊定位的，直接就开打了吗？大沉默没交，那我不着急分身符。水人打一套，大沉默交了，好的，分身符近前输出，瞬间被 NA 一戳三戳起来，三个全戳起来，瞬间找到真身，让我斩一下。真晕到死就没有斩出来过呀，还好有盾，还好没一套阵亡。队友水人正在疯狂的吸收火力，吃下奶酪，我这边能够开展空中斩晕了神灵，定下 PA， 没有深渊的 PA， 神灵大已经 CD 了，那我要走是走不掉了。饶树林等 PA 冒头突然深渊住，能不能砍掉他？出不了手，神灵的天堂完蛋了。将军家的那个地方代代都是小兵，完蛋的一号位大哥个个都是饭桶，关键时刻必掉链子一波没啊，优势局翻三路，就因为深渊交错了那么一点。等一下，王师傅这一下这么一套全技能搅屎棍效果不错，对面血量都掉得非常非常惨，不过我还是差一点钱买活，队友已经开始过去拆塔了，队友可能不知道我就差这么几个塔钱买活。等一下，对面沉默是没有 TP 的，神灵有 TP， 不过他一点也不重要，重要的 PA 没有 TP， 都没 TP， 哎呀这输入法都没 TP， 打断这张 TP， 打断就能赢，谁回去了？看 TP 颜色，神灵一剑戳在脸上，水人可以直接打死，哎呀不要虚灵，他能直接打死。看家里 PA 有一段位移，身上没 TP， 我能买活，这边狼人也在 TP， 这张 TP 由我来打断，终于能做点贡献了。要开个分身符，不要开香味，他应该能堵在里面。好的，开大了也一样能堵在里面，还剩一个 PA， 你没有 TP 又被打断了，活活打死在这里毫无问题。我便是没想到这种情况队友也能撑下来啊，这么一个毫无用处的大哥，队友四保一都能保起来，你们到底是得有多强？先带张 TP 吧，对面就是吃了没 TP 的亏。对面家里死掉了狼人和 PA， 狼人可能能买 PA， 肯定不能买。白求恩大哥走夜路碰到鬼啊 ！Nice 啊！老虎这个位置一点输出装都没有啊，最后一跳解了寂寞诅咒，顺带还躲了一刀平砍，极限反杀呀！顺带干掉了沉默，我也不可能会碰上梅兰无敌斩的情况了。多谢队友擦屁股呀，大哥所需要具有的素质我是真没有啊。肾上腺素决定谁会暴走，多巴胺决定经济领头，枪色胺决定状态持久，催产素决定荣耀带球。对面的狼人球带的是真不错呀，我们有一千种办法赢，也有一千种办法输，没想到差点输成这样，结果也赢成这样。好吧，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